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狠了，接下来他要告诉你过年春节期间的宝可梦活动讯息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打开宝可梦，和我们一起进入宝可梦的世界吧。每天一二三四五六日记得看 YouTube。影片开始之前，先祝大家思维好，运挡不住 IV 一百滚滚来。接下来是1月16号到1月22号的消息，五星团战杰克罗姆已于1月10号10点举办到1月18号10点，超级团体战超级暴飞龙已于1月10号10点举办到1月18号10点，五星团战雷吉艾斯将于1月18号10点举办到1月25号10点，超级团体战超级长耳兔将于1月18号10点举办到1月25号10点，闪烁明星活动已于1月10号10点举办到1月16号22点，1月17号晚上6点到7点将举办向石果聚焦时刻，1月18号晚上6点到7点将举办雷吉艾斯团战时刻，1月20号将由超级联盟与天气杯超级联盟登场，1月21日将举办有基拉斯经典社群日，请期待过年除夕的下午2点到5点的社群日活动。以上是1月16号到1月22号的消息，接下来是1月23号到1月29号的消息。五星团战卡普明明将于1月25号10点举办到2月1号10点，这是卡普明明第一次出现色围，请务必参加捕捉色为卡普明明。超级团体战超级化石翼龙将于1月25号10点举办到2月1号10点，1月24号晚上6点到7点将举办妈妈小鱼聚焦时刻，1月25号晚上6点到7点将举办卡普明明团战时刻，1月27号将由超级联盟与电气杯超级联盟登场，1月27日将举办爆裂电压特别活动，如有详细资料将会立刻通知大家。以上是1月23号到1月29号的消息，接下来是1月30号到2月的消息。1月31号晚上6点到7点将举办斑斑马聚焦时刻，2月3号将由高级联盟与究极杯季面赛登场。以上就是 RI 报报，就是要你知道报道。2023年农历春节活动介绍到这边，详细内容再请 RI 于直播中说明。先祝大家每天都抓到色为宝可梦 ，IV 一百就在你我左右 ，RI 还会陪你玩宝可梦大集结、宝可梦珠子、Roblox、原神、PUBGM 吃鸡。每天1、2、3、4、5、6日，记得收看 IO2 与 Amber Crossing。各位 A 粉们，我们下次见。